大家好，我是风铃团长，今天要来分享我最新购买的礼包给你们看哦。是这个黑狼的礼包，里面有一个黑狼的帽子，还有一套服装，还有黑狼的脚，还有一个手套。那我已经收到这个礼包咯，拿到黑狼的帽子咯，那拿到很可爱的衣服，它的脖子上还搭配了一条红色的小领巾，所以我不是很凶的黑狼，我是一只很可爱的黑狼。然后还有这个很可爱的黑狼脚脚，还有黑狼的手套。那开箱就分享到这里咯，接下来我们准备精彩的小剧场给你们看哦。哎，老大，这个小红帽已经睡很久了耶，都叫不起来。啊，是哦，那可能你下手太重了吧。老大，要怎么料理它？那先把他衣服脱了啊，有衣服在你要怎么摇？哦，对耶，没有错，要先把他衣服脱光。嗯，什么味道啊？啊，有色狼！啊，有色狼！色狼要脱我衣服啊！你们不要脱我衣服啦，走开啦，走开啦！哦，好臭哦，这味道也太臭了吧！你们被我熏死咯，臭屁万岁，臭屁无敌。今天的小剧场是由风铃团长还有师傅一起合作演出的哦，喜欢的话请帮我按赞订阅留言哦，我们下次见啦，大家拜拜。